我覺得除了感動之餘，那個帶給觀眾的正能量 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對嗎，強嫂？冇錯的，是其實雖然是喊，但是一種充滿盼望和很温暖的喊，同埋咧喊係好噶，係排毒噶，所以喊多啲係個人會健康啲噶。所以我哋越拍越精神咯。拍到阿盧強而家 fit 曬，差啲唔認得個老公添，認唔認得爸爸？家家唔認得。大家記得捧場五個小孩的校長，係咪啊？冇錯，一定要19號香港公演，20號全國公演。希望大家中意。